小朋友们，早上好，好，老师好，想你们。好的，今天我们学习那个认识的动物，OK？好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是什么？你们认识吗？是小狗，对，真棒。然后呢，是什么？猴子，对，猴子，对。然后呢，这里呢，是什么？对，小兔，对。然后这里又是什么？小猫，真棒，是小猫。好，再说一遍，是什么？对，小狗，然后呢？猴子，对，然后呢？小兔，这里小猫，真棒，你们真太棒。好，今天请小朋友们，打开第三页我们的作业，OK，看一看。在这边是我们的动物，是什么？小狗、猴子、小兔、小猫。然后呢，老师比如给你们看一看，第一个是小狗，小狗喜欢吃什么？你们连起来，OK？小狗喜欢吃什么呢？骨头，OK？骨头。好，然后呢，要两个铅笔连起来。OK 的，好，谢谢小朋友们，再见。